真的太开心了，朋友们啊，终于买到煤了，终于买到煤了，你看这全是煤，这么多煤啊，这是宝贝啊，要这样买，这真的是宝贝，接下来终于可以烧煤了啊，你看好不好烧，你要不要把它存在这个香箱里面来？我估计哪去了？你先往这地方挪过来，上底下挪过去。上底下，这行，底下你往里上，往里上，在底下你上。哎呦我去，这啥？你往里，往这里头摸。往这里头摸。哎呦我去！你摸一下，你轻轻摸一下。很烫吗？哎呦我去，这真暖和，好暖和，老暖和了。这是炕吧？这是东北炕。东北炕，这是你们烧的煤吧？应该是。啊，对，就烧这煤。哦。老暖和了，这晚上你就盖个毯啊，都好，就完事儿。有的时候我就盖这个衣服搭肚脐上，肚子上。我们都搞这电热毯，哎呀，没有煤真不行，没有煤，说真的，是不是？烧点柴火，两次就烧完了。那不行，没煤，一定要煤，说真的。好。我身为穷啊，就是这么烧的。好，那走。走了，谢谢啊，老板。好。这估计有百多斤吧？啊，那可不。那你不摔碎了吗？你把这边儿啊。好。哎呀。终于是买到煤了啊！好多人也担心，就是一直没有烧煤，这下大家不用担心了啊。接下来要零下有40多度啊，过两天就，所以说，保温一定要搞好啊。走。现在准备去买菜啊，有煤了就是好。买完菜，然后去找个露营地做大餐吃啊，用煤做大餐吃。嗯，我们找到露营地了啊，就是昨天的这个地方，还是。一、二，哎呀我，一、二，哎呀，太重了吧。今天吃大鹅，这个大鹅怎么把它搞得动啊，这关键硬邦邦的，也太硬了吧，这比石头还硬。你看这个鱼，嗯，这鱼说真的哈，不得了，这鱼赶紧生火啊，今天烧煤。找了，火着了，让它烧一会儿，然后我就加煤啊，加大块大块的煤，把这个片啊给它拿了，把这个水壶放到上面，要赶紧要化冰啊，化冰了才能点鹅，把这个煤啊放进去，要加就多加点，要搞就要把火搞旺一点。半只鹅这么多啊，等一下就不知道焯水了会少不少，这么一大锅，哎，天哪，我的天哪，两个人吃得完吗？这还只是半只，哇塞，你看这火，这煤就是好啊，说真的又经烧，这么大的火做菜也旺一点了，油搞下去啊，多搞点油，咱们要给它好好的炸这个大鹅。铁锅炖大鹅，下入大鹅。哎呦！还要不要？不要啊！
炸的二面金黄，大蒜和生姜给它爆香啊，大鹅必须要搞这个，这个一放下去就非常的香，哇好香啦，哇这个姜蒜的味道出来了，对，搞点花椒啊，搞一个八锅，然后继续这样炒，炒爆香，料酒搞里头，生抽，盐，继续给它炸啊，太香了，哇塞，下入忘情水，朋友们，搞两坨，搞得里面应该够了。蘑菇、芹菜给它下去，终于开溜了啊！真的就是炖了一个小时，对，然后终于可以吃了这个大鹅，尝一下我做的这个大鹅，喝口冰水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就准备开始吃饭了啊。有煤就是好啊，今天跟你儿两个人也可以睡个暖和的觉。今天这个炉子点着的，然后就到半夜火就熄了，我们到床上就搞电热毯睡觉了啊。吃饱饭我们就准备擦一下干洗一下啊，然后就睡觉了。喜欢小豆的朋友们点个赞，感谢大家了，点赞赞一定点一点啊，谢谢大家了。